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天，下雨天。今天如果再不摘一些东西的话，它明后天又会长得下下叫了。所以我今天早上就起来寻了一遍。你看，这是那个豆苗，这两天可以吃。这是我的第四批吧？哎呦，被我抓到了！怎么会有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没有，那是壳，我以为是瓜牛。好，我今天早上收的这两桶，我来一一的介绍。这是香菜，它已经长梗了，所以要赶快把它拔下来，我们拿来吃。这两是苹果、黄瓜 （apple）、cucumber， 你看长这么大了。我等一下来吃的时候再来录影。下面这些就是黄豆跟绿豆，我刚刚叫妹妹来帮我剪，然后妹妹很好笑，她说。哦，每当我觉得已经没有了的时候，眼睛又会再看到一个，然后他就说永远都剪不完，所以其实剪蛮多了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好像还有另外一桶，妹妹还有另外一桶。OK， 我刚进去里面剪，这个是妹妹剪的，也不少哎，你看。所以这一桶是妹妹剪的，这一桶是我剪的。那这四个是黎巴嫩黄瓜。它本来就是这种小的黄瓜种，我打算拿来给小孩子当 lunch box， 就是把它外面的毛跟刺刷一刷就可以生吃了。啊，这三个不知道是什么黄瓜，反正自己种的黄瓜就不会像 supermarket 一样，就是又直又长，然后每一根都觉得很漂亮。自己种的就歪七叉狗，尤其是有一些还那个刚开始贴地的话，都会感觉烂烂的。但是其实也这个。这个藏在后面，我今天看说，哎呦，安妮奶家多，怎么这么大只？然后就把它剪下来。OK， 这是第一盘，第二盘是这是韩国店买的辣椒，也不知道它是红的还是绿的，反正我就剪一些下来吃。这两个是黄色的 zucchini， 它应该是还没长大啦，但是我觉得第一根就早早拔了，后面的就会继续长大。然后这个是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它可能是青椒吧。对啊，我就把它拔下来吃。然后后面这一大盘是 kale， 中午吃馄饨面的时候要用的。 OK，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星期天的收成，还不错吧。